原标题《八国联军侵华结束后》，莫里勋拍摄的慈禧、光绪两宫回銮，两宫回銮，这是光绪皇帝的轿子。福建教育出版社是国内影像史料出版的重镇，其代表作是莫里勋眼中的近代中国丛书。该书责编林冠珍老师是我非常敬仰的前辈，记者鲁学彻特地整理出莫里勋系列组图，以饷读者，并向福建教育出版社及林冠珍老师致敬。飞批及西安府的公文，清朝廷在逃离北京后暂住于此。JPG 西安府宫中花园，光绪帝曾避难于此。JPG 迎接清帝的牌坊门一迎恩门。JPG 袁世凯总督和马玉牙将军的士兵护送清帝回銮，远处冰面上是桂林的百姓。来源：莫里勋眼中的近代中国，世纪之交的变乱分卷，福建教育出版社。JPG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